马上就过年了，大鱼大肉肯定就吃腻了，跟我学会这道爽口大凉菜，家人们肯定夸你是大厨。来，我们一起做吧。土豆去皮，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再给它切成粗粗的细丝。家人们，看在阿豪每天教做菜的情分上，能不能给阿豪来个免费的小红心，就是照屏幕杵两下子，感谢您了。切好以后呢，我们过凉水，洗去淀粉以后再浸泡20分钟，准备一个空碗，放入辣椒丝，浇入夜油，放点蒜末，来点生抽，加入香醋，放入咸鸡精，再放点白糖，来点香油，搅拌均匀待用。水开以后，咱们加入一勺鲜盐，再加几滴白醋，这样煮出的土豆丝啊会更脆更爽口，再给它投凉，捞出备用。放入盆中，加入胡萝卜丝、香菜段、炸好的花生米，